日前电影《绝迹》曝光了几大主演变身特辑，而杨幂变身神鹰后的模型造型惨遭众网友和书迷吐槽。据悉，杨幂饰演的神鹰是作者在文中反复用女神倾城倾国来形容的女性角色。神鹰本性善良开朗，向往自由，但与自由始终无缘，因为残酷身世不得不卷入血腥谋杀之中，也是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角色。网友纷纷讨论，肯定不只有我想到小龙人，不适合这样的发型，杨幂造型怎么回事？妈呀，妖怪！在杨幂之后，郭采洁变身特蕾雅，预告也在网络曝光。秘密就像森林里的火吧，是白银祭司追杀他们的理由